为什么你那么高？不是因为我高，是因为海拔太低了。哎呀，海拔低的话选择好了，好多人。我们谢谢俩老板娘，谢谢老板娘。好多人呢。一母的双胞胎，俩老板娘她。吃饱了。希望有一天。你会在这个上面。看到你我们。我们、啊。好吗？那你要改一下你的那个 vlog 的名字哦。要努力，要加油，知道吧？因为现在阿珍还没拿到这个牌牌，我去拿，他是去拿的助理嘛，然后现在去拿，试一下，好、哦，走，看吧，拿到牌牌了吧？拿到了，里面有东西吃啊、哦？拿个茶吧。啊？拿个茶。你想拿什么？这个是绘画。谢谢。谢谢，我可以不会画吗？没事，可以，做完就好了。要洗在那个帽子上面吗？可以，也可以选择帽子，也可以选择什么。我想要一个帽子。我能抽两个吗？拿一个来。我能抽两个。哦。就再等一个。要这个吧？都可以是吗？都可以。怎么样？配你那个武侠的那个吗？那就这个了。那就摆一起，好的，那我们坐吗？我怎么感觉我脸色那么难看呢？一直都很难看呢、啊。哟，这个是可以吗？好像还有一个吧。就这样。抽奖去。但这个就是抽吗？在那里而已啊。哦，这样啊？应该可以看吧？不可以。哦，这样啊。可以偷偷的看。哦 ，OK， 偷偷的看。啊。那都有什么等奖呢？有一等奖和二等奖。一等奖是什么？摄像头拍着你呢。啊？摄像头是拍着你呢，是吧？可以抓一把吗？可以。你可以画一把，再抓一把。啊？你可以画一把扇子，然后再来我们再抓一把。二等奖，二等奖是拿你的作品在这边观景台拍照，然后来这边打印照片。这谁？哎，这个不好看，哦、看不见韩寒的。人生不济了，还猪油。嘿，配你那件衣服了。哎，咱啊，来来。我帽子，你看蛮帅的、啊，你这看看那个。对啊。没套上去啊！你看到这里也看不到，再来，来点难度去看嘛！我这边呢，你这边，把那个头给削了。不是，你要那个先套上，自己用这个套，不然这会跑掉。你那个戴头上，这个打过来会不会出血？没有，没有，那个戴头。没有，这个戴头上，拿这个来套，这就不会痛。哦，这啊，你手扶着，不然它会滑。哎呦，那你要放东西，那消掉。有人扶着吗？哎，闭眼睛，我等下怕削到脑袋了。顺可以。奖励什么？奖励你搁这里玩两下。你看呢？又得个包。还有这个雪糕，对吧？包子这个是有那个西瓜不赖米，嘉年华那个 logo 在上面，还有这个雪糕的都是 logo 的，还领了这个小饼干，拿去给韩寒吃吧。嗯，哦，这个是给他吃的，把它拿出来，放冰箱里面。好搞，好的。哎呀，大哥，啊，现在你不得跟我睡了，现在，嗯，因为我们要搬到外面去睡了。你要跟谁睡啊？我跟他真到外面去啊。哦。行吧，太挤了，不想在这里。嗯，然后跟人家住的话，又感觉就比如说两个陌生人住在一起是吧？嗯，就感觉总感觉有点不适应那种，又感觉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。嗯，我到外面去吧。村长给我们开了，因为今天早上村长昨天晚上都说跟我们开了，要找不到房，到。今天又去看了一下，然后又找不到，就是没有了。它是被官方、被平台全部承包下来了，就是不对外开放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哎呦，到了，终于找到房了。这里，你看今天收获了多少，好多东西啊！你看，
都是那种礼品啊，去弄的小电风扇啊、杯子啊，什么都有，反正很多很多都有。你觉得最值得的是哪一个？什么最值得？最值钱的是哪一个？礼物吗？嗯。我真不懂哎，你能说得出来吗？我又没看过那个包有啥。我不知道，我还真不懂。都很好，我感觉。这个是。每一个都印有西瓜 vlog 的在上面的，哎呦，这个是以后拍视频可以用。这不是我拿那个积分券那个去领的吗？是吗？兑换的。我的上面还写。是啊。还有 logo 的不？是，这个是。是吗？是。不过他缺少一个东西是真的。回去拿你那个安上去就得了。啊，我们先洗个澡吧，洗澡然后呢休息了，啊，先这边休息了。那么我们本期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，下期再见 ，Goodbye。